天拼立委跑团之意，临走前遇到民众主动上前，他掏掏裤子口袋先换名片再说，掏出名片双手捧着交换，再平常不过的动作对于天却是大突破。过去当艺人手机号码不能随便外流，从政服务选民接地气，从找得到人开始，这个要有诚意嘛，既然要是为地方服务的话，就必须要把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名片简简单单印了于天的招牌笑容，最重要的就是电话号码。喂，嘿嘿，喂，啊，我于天啊，啊，叫我天的就，嘿嘿，拍谢拍谢，赶紧搞一下。电话中要听到于天问候，上一回是这种电话拜票录音，这回留下电话，选民能听到真人原因。但于天也曾公布电话，有惨痛经验。但是比较困扰的就是，大部分打的时间都是半夜两三点啊，哎呀，甚至有到四点的时候还打过来，大部分都是酒驾的事情被逮到，然后就打给我说拜我处理，我说我不行啊，现在酒驾很严格，然后谁去讲都没用来。半夜被选民叫起来上厕所，曾让于天很困扰，千拜托万拜托，嗯，汤哦。但这回补选，于天勤跑扫街，打路站发名片，要用热线跟选民连在一块。三立新闻黄新成、谢孟哲台北报道。